我觉得呢，别穿最好。那是真相。你说呢，宝贝？不然嘞？宝贝，你又不胖，你还减肥了啦？明明就超胖，你看我的圆脸、手臂、腰、屁股，还有大腿、小腿，下个月还要参加女朋友的婚礼耶！天哪！看屁哦！小姐不要担心，我都帮你遮住了。baby， 我好了。哦，我们今天要走很多路哎，你穿这个、啊？没问题啦，我这双超好走的。宝贝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但那家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看到啊？好像是。好痛啊！排队排好久。